大家好，我是小荣。前段时间呢，我住在城里边，因为有事呢，就在城里边住了段时间。感觉好不习惯哦，因为下雪，前两天比较冷，然后菜价又比较都涨了，花菜也七块，菜头儿七块，葱葱都要11块钱。我们在农村啊，随便摘点儿啊，都觉得吃起好香，都吃不完。哎呀，还是觉得回农村好。我啊，今天连今天太阳也好啊，我五一又喊我走那地头弄点菜吃，背都背见了，我去弄点菜都。那也是我五一的房子，没修两年，这菜房子周边呢都是我五一的地，都在那吃菜。那呢儿老妹都出去打工去，因为五一我们两个老的在家头，那说车车不好多，说烂在地头弄。五一，五一。要得，嗯，刚刚我五一说，老妹家，喊我自己整，我说，那么我就不客气了，就开始整了。家人，哎呦，这是那个娃娃菜还吃不得。这萝卜安逸得很嘛，大个得很哦。哎呦，白白净净的，肯定怕化渣得很。前两天那个雪呢，所以这萝卜好吃。吃几块。够了，再去整点其他菜的。我们把这个爷爷啊，那个有两只鸡，把它拿回去。哎呦，这个也害怕牛拽了。快点，一会儿打针，一会儿把爷爷拿回去了，我们再去整其他菜。你看，现在这个农村这个路啊，真的很好。还不得不换这个路，而且啊，现在摩托车都可以走了，说不定以后小车都可以接你开上家门。哎呦，这山村都安逸，还要出点儿来挖哟。哎呦，这上面天天回家去弄回锅肉菜。这蒜苗啊，你看自己种了，这地点儿这两沟都吃不完。那菜市场啊，硬是随便就讲两两的能我称啊，块多钱也块钱两，几角钱两能我称，太贵了，好不习惯啊。你看要吃就随便吃一点就够了。哎呀，够了，吃多嘛也要烟。这个呢是白菜，那个是青菜。我们先弄点白菜，弄了再弄点味菜，弄两个青菜就够了。都要吃好多天了，看来我好点呀。哎呀，挨着挨着看算了。最安逸。这啊是味菜，这个味菜你看到这个爷爷啊，看到感觉有点老。其实啊，这是下过雪了的，比较甜，炒来吃很甜，煮来吃也很好吃。
我最喜欢吃这种味菜的，因为用猪油炒，一定要用猪油炒更好吃，它比较软。我是惨了。我咋觉得我这个背都有点小啊？今天这个背都小了，萝卜都长不到了。算了，我下次带个大家伙来。今天收获满满，你看，也背也带，啥子菜都有了，煮肉汤也有了，炒肉的也有了，炒的菜也有了，回家了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